幸福，我完全犯罪，求求你了。但是完全犯罪なんていつもそこにある。妈的，你看得走？就因为看不懂才骂人呢？这什么意义啊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游戏。 第一巻目，识别。第二巻目，炮王。你选的，你上。我想那些小白腿啊。推荐白的，就是错了点。最后，最后の選択をしてもらおう。 小白山的，我助けたかったら俺を殺せってことだ。第三関門、サトリ。老天，你瞎眼！公平正义需要牺牲。这一切都是 Q 早已经安排好的局。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。谁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，谁就是 Q。 幸福，殺人の容疑でお前を今逮捕する。